董事长您找我。嗯，坐。要加冰吗？不用，谢谢。威士忌是洋酒中的百变魔君，它有着呛辣的烟熏味、厚重的泥炭味和独特的海水味，这也正是我独爱它的原因。谢谢您让我品尝您的爱酒。可是威士忌中要是添加了其他的味道，我就不喜欢了。它会让我觉得我对它的期许无法得到满足。既然如此，是不是应该把它倒掉呢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高木和你将来可好？如果您是问这个的话，我们的感情很稳定。是吗？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你能把我的儿子牢牢地抓在手心里？我正在努力。那就好。集团近来处理一些烦事，你很清楚。可我不希望我的儿子也卷在其中，明白吗？您放心，我会让高木干干净净，他不会知道任何事情，也不会再有麻烦找到他。总有一天他会准备好的。我想，我还可以继续信任你曼薇。我想的没错吧？当然。那就好。对了，我们和龙溪厂合作生产岩棉的事情谈得怎么样了？只差派代表去厂里落实最后的签单了。据我所知，龙溪厂的状况并不好，我估计他们是要靠我们的订单来续命，价格还可以往下压，他们不敢不签。好的，我明白。董事长。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好。谢谢您的酒。